Proton Malaysia 在2019年发布了小改款的改用四速自排的 Saga 之后，当时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CVT 改 4AT 究竟意见如何，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对于我不少认识的这个汽车媒体朋友来说， Proton 可以把 Punch CVT 丢掉改用四速自排这件事情，大家是表示大快人心的，真的爽度非常高。那当时也不少朋友就在想说啊，究竟 Proton 之后会不会在改款的这些 budget 车型，像是 Persona、Iris 这些车型上，也都把 Punch CVT 全部改用四速自排呢？很明显，2021年发布的这个 Persona 跟 Iris 是没有这么做的。那对于想要购买 Persona、Iris 的朋友来说，这次小改款的加分究竟是多是少？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讨论。本节目是由 BH Petrol 赞助播出，全新 Infinity 燃油配方，带给您更洁净、更顺畅以及更强劲的引擎表现。Persona 跟 Iris 这两款车子呢，其实算是个性蛮相近的车子啦，那价位也差不多。那这次把这两辆车子放在一起发布呢，我们也就同时一起做个整理好了，价格列表放出来给大家。 Iris 的价格从入门的40300到最高配的54000整，那至于 Persona 的价格呢，则是45200到最高配的54900，分别各有三个等级。那很明显嘛，跟之前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首先第一点就是，即使只是入门的 standard 版车型，都不再有 manual transmission 手排的配置了，全部都是 CVT punch 的 CVT 变速箱做这个动力系统的搭配。那 Iris 跟 Persona 对于 Proton 这个车厂来说啊，究竟定位如何呢？其实很明显， Iris 的这个设定方向就是针对年轻人，或者是说年轻 couple 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使用的车子，小型 hatchback 年轻为主，所以入门的等级呢还是有 1.3 standard 的配置哦，小引擎省油，那对于 road tax 啊这个费用开销也相对来的低。那 Persona 呢，对于这个 Proton 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家用车，那如果你是一个小家庭，你的预算有限，你又想要一辆车子，那我觉得其实很多程度上 Persona 50多千这样的一个价位来说，其实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考量。第一点刚刚已经说了嘛， Proton 正式把这个手排的配置全部一次过卡到完，手排的这个市场需求很低，那个购买价值比例太低了。对于这种 budget 车型来说啊，销量才是最主要的目标。动力配置的部分呢，是跟之前完全相同的哈，1.3的引擎输出马力95匹，扭力峰值120牛顿米。那1.6的引擎呢，则是109匹马力，150牛顿米，是一模一样的。这次搭配的变速箱呢，全部都只有 CVT 的变速箱。那 Proton 表示说啊，这次的 CVT 变速箱又经过新一轮的调教，表现会比之前来的更好，但其实主体还是相同哦，还是那去 punch 的 CVT 变速箱。那这次的再进步，会不会有类似大厂的 CVT 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的哦。不过这个真的要等到之后实际试驾，我们才可以真正体会到这个变速箱的感觉。那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要讨论的点，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了嘛，哎 ，Saga 换 4AT。很多人会觉得说 CVT 是比 4AT 更出色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厂商之所以用 CVT 只有一个原因而已，就是 CVT 便宜， CVT 是一个成本很低的东西，它的重量轻，元件小，生产容易，处理容易，所以很多日本车厂你要发现哦，多数都是只有日本车厂用 CVT 哦，为的就是达到一个更省油、更轻巧、
更轻量化的效果，更节省成本的效果。放在日系车大多数这种比较轻巧的车子上，其实表现都是算是相当出色的，所以很多日系车厂或者说本地车厂都很喜欢用 CVT。 那你说 CVT 是比 4AT 更先进的东西吗？它的生产是比 4AT 来的新没有错，但是你要说它先进其实也还好。2021年或者说2022年小改款 Persona 跟 Iris 究竟改变了什么？其实很明显嘛，大家在看，我相信不少朋友啦都已经看到网络上很多宣传了，就外形啊、内装啊都做了一些改变啊，好像蛮漂亮的。那很明显前面的 logo 改变了哈，改成了就是新的家族 Thundercat 的厂徽。我这边也有一只 Thundercat 哈，喵 Thundercat。除了厂徽呢，保感很明显换掉了，换了一个我觉得跟这次的日行 LED 灯蛮可以相互呼应的前保感啊，我觉得蛮好看的，两款的车子的前保感都蛮好看的。再来就是轮圈的尺寸也放大了，从原本最大只到15寸的轮圈啊，升级到有16寸的轮圈，看起来就真的有比较帅哈。再来就是头灯，头灯也做了改变， Standard 跟 Executive 版的头灯虽然都是 Halogen 的头灯，但是 Premium 高配版有 LED 的头灯，这点哈，我们 Telegram 的网友群当天就已经开始讨论了，为什么只有高配给 LED？ 难道没有看到对手在做什么吗？对手已经好多年，好多年，从当年新的 MyV 一推出，全车系标配 LED 头灯开始，大家就已经觉得说应该要全车系标配 LED。那今天 Proton 的这个入门跟中配车型都还是 Halogen 头灯，就让大家有点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的事情呢？你就开一个模，全部 LED， 大家都爽，大家开心，没有人难过啊！其实这个确实是说起来非常合理的。除了有这个 LED 头灯之外，还有什么是 Premium 版或者说 Iris 这个 Active 版特别有的呢？像是这个黑色的车顶 Black Roof 哦，看起来比较帅的黑色车顶，也是 Persona Premium 高配以及这个 Iris Active 高配版才有的。而且这个Iris 的高配版 Active 呢，还有这个 Roof Rail 就干起来让你感觉更运动化，更加 lifestyle 一点。外观的部分呢， Persona 跟之前一样哦，后面都有这个小鸭尾的配置。那至于 Iris 呢，入门版没有这个 Hatchback 的扰流尾翼，中配版有车身颜色的扰流尾翼，至于高配 Active 版呢，这个扰流尾翼就来得更帅气一点。其实要说这次 Proton 的这款 Iris Active 啦，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在跟 Berardo 的 Axia Style 取经一样，想当然了，对手当然这招也要学起来啊，既然可以成功卖车，当然要学一下的啊，不管它好还是坏。那究竟协不协调，喜不喜欢，我觉得还是要看消费者的这个感受哦。确实是一个很成功的销售策略，所以可以卖车才是重点。小改款的 Iris 跟 Persona 呢，除了在外观有改变之外，内装当然也有改变。其实我觉得内装真的是有变漂亮了哈。首先就是整体的内装啊，整个语言有稍微重新做打造，让人感觉整个内装都有变漂亮的感觉。再来就是空调的操控，我做了一些更动，让它感觉比较现代化一点哈。除此之外，中间的置杯架做了改变，而且加上了中央的扶手。哎，我觉得中央的扶手真的是一个很 user friendly 的东西， budget car 可以加一个中央的扶手，我觉得真的很重要。那除了这些东西，我看了一下就是原厂发布的图片，其实我觉得它整体的这个皮革打造质感有来的比较好一点，像是车旁边啊也多了一些皮革的材质。再来就是中央的悬浮式操控，哎，也变得漂亮了。而且因为中央改悬浮式的操控之后啊，那个冷气出风口就不用放在旁边两边。那有朋友是跟我说，之前那个冷气出风口每次吹到驾驶的手很冷，那现在他把它放在下面之后，我觉得对于驾驶跟对于后座乘客来说啊，这个设置都有来的比较好一些。而且不止冷气出风口的位置改变了哦，它里面现在还加上了 N95 的这个空气过滤网哦，所以对于这个
车内的空气循环来说，应该空气品质会更好一些才对。除此之外呢，很多朋友认为那个很 high tech 的 high proton 的功能，也是 premium 跟 active 版高配才有给的哦。两款车型都是最高配才有给的，这是原本就有的，现在也继续沿用。那有一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东西，就是 USB 的插槽。现在不管 Persona 还是 Iris， 全车系都标配六颗 USB 插槽。哎，六颗 USB 插槽有点多哎。它除了一颗是做这个 data connection 之外，其他五颗都是用来做充电的。而且据说有一颗 USB 插槽是跟 Proton 之前我们介绍过的 X70 一样，它的 USB 插槽就在那个后视镜的后面。那你对于借行车记录器来说就方便很多。除了外观跟内装的升级，其实最重要升级我觉得是反而是安全配备。那这次Persona 跟 Iris 全车系都标配 traction control 跟 ESC， 这是肯定有的嘛，这是我觉得是很重要一定要全车系标配的东西了。那相对而言，这次有升级的安全配备就是安全气囊了。从原本入门中配，应该是入门中配啦，都给两颗安全气囊嘛，现在最低都标配四颗安全气囊。那 Iris Executive 中配就给六颗安全气囊，而 Persona 呢要到高配版 Premium 才给六颗安全气囊。所以对于这次 Persona 跟 Iris 的小改款来说啊，安全气囊数增加是一个蛮好的卖点啊。说了这两款车子小改款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最残酷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价位跟他们目前的市场定位究竟如何。我们首先要拿出这个类似罐罐的东西来骗我的猫。我们先看价钱好了，价钱的部分呢，你挡到我的荧幕了。OK， 价钱的部分呢，大家还记得2019年那时候小改款的 Persona 跟 Iris这个价钱是怎样吗？大家比照一下哈，其实目前2022年的这个小改款 Persona 跟 Iris 是都有调涨了一些的。那我跟几个朋友啦，跟我们的小编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啦。这次的涨价究竟合不合理？我的小编是认为说，其实很合理啊。开了新的 bumper， 内装也做了新的膜，很多东西都做了调整，涨价是自然的嘛。可是我就问他一句话，这年头卖车真的有涨价这回事的吗？所以不管是你配备有增加，还是你的东西有做改变，通常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都是价钱还是要硬硬往下压来打竞争对手。那把价钱调涨哈，虽然不多啊，虽然很多新的功能，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就会有点黑人问号这样的感觉，就是是不是真的要用更高的价钱来买新车，这是大家都会讨论的一个点。那 Iris 定位其实很明显，一直以来都是对着这个 MyV 在打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要看MyV 给什么， Iris 要怎么追。那至于 Persona 呢，虽然它没有一个很确切的对手，它的确切的对手其实要说的话，可能要说到 Vios、City、Almera 这样的一个日系 V segment 的车型，但我相信很多本地的消费者会把它直接跟这个 Beza 做对比。虽然 Beza 是小一个机具的，可是在价位上大家会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做比较，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啦。那我们来看这是最残酷的点，就是这次 Proton 推出了2021或2022小改款的 Iris 跟 Persona， 最主要我觉得目前它在市场上最尴尬的点就是进阶式的安全配备 ADAS。 我们都知道 Perodo 好几年前开始，就是从 MyV 大改款开始就采用了这个 ASA。 那针对这一点，目前 Proton 就只有高端的 X50 X70 高配版才有给上 ADAS 的这些一系列功能，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点。我们要知道，即使目前 Proton 的最大对手 Perodo 在70000的这个 Ativa 都给了这个 ACC 跟车了嘛，所以表示说这个进阶式的安全配备 ADAS 这几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你吃太多咯，你越来越肥了，所以会越来越激烈。那我们不只是要看50多千的车子究竟在这个 ADAS 的市场要怎么玩，我们也要看这个同级的竞争对手。就像我们刚才说到，像是 Persona 要比较的就是像是 Vios、
Almera、City 等等给出了什么配备。那像是 Vios 跟 Almera 盲点警示、车道警示、360、碰撞预警，现在这些全部都给下去了，就可能不是入门版，但是中配版80000也给下去了。所以就表示说你买50000的车子，你可以说是过送，可是你上到80000的车子，你的这个配备就突然间多了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尴尬的考量。因为我记得对于我们坊间啊，很多车主朋友都说，哎，刚毕业出来要买车的时候，大家就会考虑说，哎，要买国产车啊，还是要直接上日系车。很多朋友以前的考量就是说，哎，国产车便宜啊，那反正东西都差不多嘛，那买国产车就好了。可是很多老一辈的家长就会推坑说，哎呀，买好一点啦，买日本车啦。那现在就把配备也算进来作为考量而言，其实真的是你要安全配备，你要这种盲点警示、车道偏离警示，甚至是 AEB 碰撞预警、紧急刹停等等，你真的是多一个20多千啦，多一个20多千，你就可以拿到日本车，日本车同时又有这个进阶式的安全配备。那你如果觉得说那个预算超过，很多人就是看一看对手，你看像现在 MyV 高配版有 ASA 2.0， Beza 高配版有 ASA 2.0， 所以我们可以在路上看到Beza 的这个出现率还蛮高的，所以它的配备真的是一个很直接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点。我相信这次小改款的这个 Persona 跟 Iris 也让这个 Brodo 的 Salesman 松了一口气。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残酷的点。那 Proton 的 ADAS 系统 ADAS 进阶式安全配备系统目前应该是卡在这个吉利的手上，也不便宜啦。这个短波雷达跟双镜头的配置，你要把它下放到 Proton 的这些 budget car 身上来，其实对于这个预算考量真的很吃紧。究竟 Proton 的这些 budget car 身上这几年会不会看到 ADAS 的这个进阶式安全配备，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有你就包预算，你没有你就继续给对手压着打。最后来做个总结，这次小改款的这个 Proton Persona 跟 Iris 那究竟有什么优点缺点可以值得大家参考的呢？首先第一点，小改款的重点就是变好看了嘛，无论是外形内装我都觉得比之前来的好看了，整体更加协调，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而且很多实用的功能啊，像 USB 像空调这些都有进步，收纳空间的铺层啊、置杯架啊、中央扶手等等都是很好的配置。那我有个朋友啦，我们有个小编啊，就是 Iris 的车主，他就不要 CVT 啊，就拿手牌，而且手牌据说他跟他们的一众车友都觉得说，手牌的 Iris 即使只有 1.3 也蛮好驾的，所以没有了手牌确实对于 Proton 的销售而言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这种手牌的爱好者来说就少了一个热血的小玩具。那针对这次的新车发布呢，我也跟我们 Iris 的车主啦就讨论了一下，这次小改款的车型是确实东西有升级啊，东西有变漂亮啊，变得更加吸引人，但是很明显这次感觉上啊， Proton 就是用这一个就是最低成本的方式来控制车子的小改款，不会就是让它丢大 budget 进去，然后有很大的惊喜之类的。所以我们也在猜测说，是不是 Proton 因为 Persona 跟 Iris 的销量不如预期那么出色。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件事，跟外国车那种豪华车不一样，豪华车卖一辆赚一辆，可是对于这种国产车大众化的车子，其实你要做到的是量很大的销售，你要卖的很多，那你的利润才会回来。那对于这样子而言，会不会就是对于 Proton 觉得说，我的这个 Iris 跟 Persona 的量都没有预期的出色，那可能未来会渐渐把这些 budget 的车子就是淘汰掉，
那未来也不会就是越来越主要放在这些车款上，因为我们知道目前 X50 卖得好， X70 也卖得好，那是不是未来 Proton 就转型打这些高端市场就好了呢？而且从我们的小编也提到一件事情啊，从之前 Proton 老马还在的时候，当时的策略就已经有出现过 Breve、Suprema S 这样子走一个比较高端路线的车子，所以表示说 Proton 是有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比较高端的汽车品牌的，产品都开始脱离这种 budget car 的概念，打一些比较 atas 的车子。那会不会以后因为销量越来越被 Bluedo 的市场吃掉，那 Proton就会拿更多吉利的车款进来，这是我们假设的啦，不能作为参考，只是假设而已，因为有看到类似这样的影子。好，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了，有没有解答到大家的疑问，还是大家又有更多疑问了呢？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我们下期再见，拜。